介绍一下我身上这个，它是仿牛仔的材质，它不是真的牛仔，所以它是很轻薄的那种材质。好，它是这种非常轻薄的材质。然后呢，它是做一般的松紧带、松紧裤头，然后它有一般松紧裤头的部分，然后它有一个绑绳，所以你也可以依你就是腰围的舒适度去做一个。它其实像如果绑带拉掉啊，其实它空间真的也是非常的大非常大的部分。然后穿起来，因为它的松紧也不是那种很窄解，你穿了可能会勒肚子或者是腰会觉得很痛，但是其实这个不会，它就是做这样子宽宽的感觉，对，是非常舒服的。然后又是宽裤又不贴腿，然后又是非常舒服的材质。好，对，这样子搭就是很休闲，然后也不会闷热。我身上是浅蓝，然后还有一个是深蓝，深蓝是这个颜色。对对，其实两个颜色都很好搭，什么颜色的上衣其实都 OK。你看哦，已经有妈咪收到之前的雪纺直条宽裤，也超凉超好穿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我们家的宽裤真的不用担心，真的都是有严选过的才会推荐出来给大家。